他怎么进不去？哦哦，是不是我的拉面被关掉了？我看一下。完了，猫咪生气了。熊猫，熊猫来了。熊猫，熊猫听到了反胃了。什么鬼啦？熊猫听到的。我觉得你最近好像越来越严重了。对啊，你最近都一直在对啊。没有，只是我以前咳痰变，我只是换个声音而已。那你要不要保养你的喉咙？对，你看保养一些，保养你的。可是我觉得我最近咳的次数没有以前，之前有一阵子咳超多。因为你最近都不是咳，你最近都是要吐了。真的是没有啦，没有，我就讲啊，我只是把咳的声音故意换成而已。那你的音效包可以换一下吗？这样子。对，好了，那我换一下吧。换一下你。那我就换成包。好啊。你这样可以舒缓的话，那也是你 OK 啦。哦，是我想的啦，好不好？哎，清嗓。哦，好强哦，好厉害。好猛，好猛。哇，你的包完全不用到喉咙耶。对啊，是用嘴巴发声啊，根本没用。还是你就叭这样。哈哈哈哈哈！鸟鸟啊，我会被他告、啊。我等下是粉炮，我不行、啊。我不能吃粉炮。你是高端粉，你是叭。上课啦！耶！上课啦！学期末啦，各位。要下一次是我们的期末颁奖典礼啦！耶、yeah, yeah. ！那今天呢，就是倒数第二次，大家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尽量玩，尽量去弄懂系统。然后呢，今天呢、oh. 我们会发钱啊！哎、yeah, ，为什么一个发钱的声音突然有点变？是有条件是不是？啊，这个钱很多有没有？很像台币耶、欸。这个钱随便拿。这个钱呢、啊？啊，哎、哦，我要升清空身体嘛，生理，身体，生理，放开自我，格子啊，按一次就一次，就给你钱一次啊。啊，好，那我们可以来自己领钱，是不是？不用代价吗？没错啦，好爽啊！荔枝封盘呐，耶，好爽啊，耶！那我可以把乐透全包了，我领不到了。乐透全包，我一直顶，一直顶。你还要乐透吗？只有这个东西，你还要乐透吗？对啊，可以。那是种仪式感，是种仪式感，爽感。对，中了很厉害，就不会挂零。就像有人还是还没那个中一样。他还有一次机会了，他还有一次机会。只有机会啦。得改控制感吗？但是的，控制感会太快了，控制感会太快。只能用这个按钮。哦。四面八方都是按钮吗？那也只能一个同时触发而已，他不另一个不会触发了。那楼上可以放一个吗？不行，分这里有，可以设置一个分流吗？有吗？你们分流就是用手上的剑呢、啊，有吗？啊！太残忍了。是拿一块钱就好了哎、欸。下去。哦哟，因为你们发现了，我刚才靠这样子吸了三组钻石哎、欸。哦。刚刚在他们那边帮我按啊，我好开心哦！我一直按一按都没有，这气死我了。我也没有哎、欸。下去。哦。上面有个帽子，帽子。时刻。不行，我还是要去仪式感一下。乐透，乐透，乐透，来仪式，仪式，七四一四。哎、欸，不是啊，你底下可以领爆，那你还不把它全部买光？嗯，不是啊，就两个啊，买两个、啊，怎么样？上限两张。那我们把没有了，下没有了，下没有了。谁想包牌啊？那我要偷买啊！啊，有人真的是好奇呢，所以高校文字会进入变成什么呢？卖个关子嘛，对不对？哈、嗯，卖个关子啊！好像我知道一样。显示出来，你要讲出来了不要扛，不要扛，我也不知道啊，你干嘛这样？我知
你讲出来他们就知道，我们不知道了。哎、欸，不是啊，搞不好我是骗他们，我们不知道啊，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知不知道？到底知不知道的？心理学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呢？嗯、到底知道不知道呢？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呢？就变成你们现在讲一模一样的话，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一样就算了，这个讲一模一样。到底是不知道还是知道呢？好了，我稍微换个视系啦。讲一模一样哎、欸。瞧一下哈，那个他那个一直显示那个哈，我等一下。那个是什么原因啊？我在查，你这不是装备坏掉、那個？对，我在弄、哦、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你的那个啊，灵盔甲值啊。嗯，还在吗？可以就看一下吗？哦哦，那张那只那个盔甲还在啊！来来来，这是受诅咒的铠甲。是受诅咒哎、欸。对啊，那我要帮他改个名字。哎呦喂！熊猫之诅咒铠甲。为什么是我的诅咒？诅咒熊猫铠甲，诅咒熊猫，被诅咒完，嗯，他就很没用了。所以你这个意思是，被诅咒的人，那个人就很没用，对。哦哦，我靠，你们想到哪里去？不知道，不，你们想到哪里去了？我们是在揣测你的想法，不知道。不是啊，他是应该不会那么过分啦。嗯，怎么过分？怎么？谁说？看一下最近到底哪里出问题啊？好贵哦，今天23。感觉我东西都可以来拿来充一充了。可以啊，啊现在就是在圆梦啊。嗯？怎么了？嗯？好了。是最近有问题哦。对啊，是那件有问题啊。诅咒指甲，就那一件没有问题了，有没有？穿起来这护甲其实没有护胸甲的那个护甲，嗯，修好了，啊，他好了，他好了，哦，拔掉了，哦，拔掉了，哦，拔掉了，现在拔掉不心痛了呢？对啊，你看穿了，再来一个啦，不会心痛了呢？这不会，哎，所以其实诅咒只要改名就解除嘞。哦，哎，不是啦，我修好了啦。哦，你修好了哦，谢谢大哥。我有更新他这个重整系统。哦，我不心痛了。我这个很棒呀。之前不是冲动模式看到一堆那个奇怪的东西吗？对啊。嗯、你现在放上去，他就是跳那个他那个最近那件那件里面有什么东西，有潜能还是什么的？嗯哦，会显示出来。酷哦。好，虽然听不太懂。小雨是在敷衍人 ，nice， 我不说 nice， 为什么的地府里面一堆垃圾？对啊，我就是塞垃圾啊，塞垃圾啊，怎么？还来说影月都在拿垃圾塞在包包里啊？好扯，没有啦，我认识的他竟怎么会说这种话？好过分哦，他已经是被人带坏了。对啊，没有他可能是最不知道吃了什么，然后就变成这样。我今天吃肉四方了。啊！哦，原来臭哦。没有哎，可是不得不说，他真的是变成我心目中第一名。真的近期来，嗯，难怪他会排那么多人，不愧是王品集团。哎呦，你现在是在王叉集团，叉品集团，王什么？现在王很敏感哦。你刚刚说叉，你要王？现在王很敏感哦，好危险哦。没有了，他没有很红了。难受，王总在夜总会，你说人家不红哦。有人在茶馆睡，怎么说？怎么说都不对哦。好好说啊，就是他们王叉集团，他们就是很用力的在宣传，所以他们就很红。啊、你是不是接了工程？哦、用力宣传，那个简称叫王什么？怎么很红，对不对？对，他们很用力在宣传的。王什么红？一次只有十颗是正常的吗？好累哦。一次只有十颗啊？对吧、啊？一次十颗啊。我是想你是想弄个连闪？不能吧？不能，我觉得按钮只是按钮而已，不是吗？对啊！我连闪是团团啊，忘记了吗？哦，对耶，哦什么？他没有 get 到。你上我没 get 到耶，你某一集的时候是连，对啊，按钮机器人熊猫团团啊，你忘记了吗？哦，
想起来了吗？啊、哇，大家都很会敷衍人呢、欸。哦哦哦！是吗？是吗？这是实况组必备的技能吗？做效果跟真的啊，我大概记得啦，就是那个嘛，应该啦，对啦，对啦，对啦。哎、欸、哎、欸，来来来，跟你讲，我刚刚遇到一个东西啦，哎、欸，直接换话题了，转移话题之术，对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嘿、啊，对呀、啊，超强的，哦，真的是很猛哎、欸，你超勇的啦，哎呦，哎呦哎呦，痛痛痛，现在是影月机器人，杰克机器人，我在，我把东西存到箱子里面去，我们现在是一个漏斗模式，漏斗模式，阿敢不行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会太快，会太快。我现在是漏斗模式，杰克按了我收起来，然后放到箱子里面。这个动作很好笑，看影月手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哎、欸，哦，哎、欸，你刚刚是不是在花时间在，就是刚你刚刚讲一样，你需要大幅修正全部的物品的叙述？对，那个你们把你们的东西拿去重整，哦、我上按钮重整，他们叙述全部都改掉，嗯、而且会告诉你说、欸、东西去哪取得。你这样真的还不错呢、欸，哦，是不是？考虑一下，哎呀，再想一下吧，再想一下，还是要 nice， 思考一下吧，好难，思考一下，好啦，我想一下吧啦，我想一下啦。哦，你说功能哦，吧，好啦，好啦，哎呦，啊。丢丢丢啦！拿箱子的要拿自己拿哈。好， oh, yeah. 谢谢允月杰克洗钱机器人，谢谢你们的努力，谢谢。我知道你们攻占的那个嘛印钞厂嘛，对不对？印钞厂，我们在里面，我们在熔黄金呐、啊，对。哦，里面熔黄金啊、哦，就是那时候180吨嘛，对不对？180吨，哎、啊，不对，你是180吨的钻石嘛，对不对？哈基哈基可以求另一个东西吗？哎，请说，可以请求金石吗？金石哦，金石，对，嗯，金石。为什么要金石？哦哦哦，还要刷金石啊之类的啊，洗梳子啊，没有其他石头。哦、嗯， oh, 不像铜制石可以直接刷钱去买就好，就有些是钻石做不到的事。没错， oh, 嗯， oh. 还是哈基要留到最后一次，下一次就是颁奖啦。那下次颁奖啊？颁奖送铜制石那些吗？真的是纪念品而已耶。你今天不用掉就没用了。对啊，好了，最后了、哎、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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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耶！没有需要其他机器人了。有有有有有有有。两个故事等吧。上工了。箱子，等我一下。完工了。机器人，回去拿一下箱子哦，等一下。哎、欸，嘿，打蜘蛛也会掉书了哦。啊，没错、哦，你现在看那个书上面写说掉落从、哎、哪掉落了、啊、哦，啊、哦、有，我们都会说很赞吧，之后就是新的会写，对，每一种每一种都不一样哎、欸，剑符在你身上，哦、嗯，蓝黄色的，没意外之后应该会更新再多一两种的卷轴，就是不是只有攻击还有生命，嗯哦。然后有什么幸运之类吗？跑速幸运没错，盔甲血量打怪获得额外经验值吗？不要再经验值了，再经验值更多经验值，有人快不行了，有人快不行了，资源在臭啊！我就问一下，有没有各种可能吧？资源在偷臭，好臭！所以就这个之后应该那个什么。特殊技能就是有些剑有特殊技能那些，嗯，这个会拔掉，哦哦，并没有了，对，没有什么二次回响、啊、什么发射剑石那个没有，拔掉了，哦，没有问题，嗯，其实我有一个想法，音乐，对，嗯，你按两个之中，然后小雨跟我按，然后你就把两种东西放在一个同一个箱子就好了，哦，也是可以啊，可以可以，好啦，就把。调高啦，
用那个啦，拉杆。对啊，好累哦。我想说要的就是来那边花一点时间，然后慢慢弄、啊。没想到机器人在这里。对。无情忙碌的机器人。这个你就是手速够快，就噔噔噔噔就一堆了啦，好不好？然后都要开坏坏的东西咯。你坏坏。注意不简单，这个比较轻松。好的啦。还是不是？他直接填满你身上了。哎呦，直接哦 ，nice 哦 ，nice， 就是这个，快快快 ，nice， 啊，不要让树枝累着了啊，就关掉了，没事没事。哦，哎呦，是哎、欸，是哎、欸，哎呀，按一下，哎呦，按一下就二十度哎，哇，你们那边太快了吧，金石比较慢，对，金石是一个一个一个，哦、好对，金石直接32%是怎么回事啊？我不好冲装啊！我的天哪、啊！没有越拉就好，拉就好。有很多本金可以玩。对啦，那他已经是连锁的、那個。对，他是连锁方块。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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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个就是要拿铁纸机过来。对啊，自己睡哈。累了就睡，没关系的。不是啦，晚上会有人咬你们呐、啊。累了就洗，没关系。我就走了，就大家有需要再自己扔。哎呀，夜面啊！妈妈，大家现在剩下一起，已经白天了，不好意思，抱歉，来不及了，来不及的。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没事啊，十分钟就好了。慢的慢。小雨，我有想法。你有想法了？哎、欸，我有多的箱子耶，我下去拿一下。等我一下。完了，睡金石的速度不够快。金石比较慢呢、啊。金石一次只能睡一颗，你不能多睡，它会停住。对啊。那你就可以放很多个碎石机在旁边啊，轮流丢啊。丢一圈，转圈圈、欸。如果上面用水流让它流过去嘞？哎、欸，不知道，你可以试看看。可以试看看。我觉得你可以试看看哦。看这些东西，大家就想各种奇怪的玩法。碎石机放一排啊，然后水流这样给它流过去，对吧、啊？这还不错、欸。有没有用啊？试看看呢、啊。对，那边很多碎石机的。自己做，就做一个啊，做一个啊。碎石机，我看一下。哎、欸，这声音听起来真的很疗愈耶。你说咔咔咔吗？不是，是音乐这边在哪？所以应该就慢慢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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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不不不不不，哦，这也蛮牛的。就一直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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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哇，小雨这个箱子是怎么回事啊？你全部都要装满哦？没有啊，我想说这样等下开完先帮大家直接分类放着，这样比较快。好猛哦！哎呦，工厂化进行。不是啊，就这有讲啦，你们已经是生产线模式了。先动一些啊。这样分工比较快啦。那我也有工作，我负责消耗那边，怕那边爆掉。你废话！你是小雨，你是在臭我，你在臭我。什么团团？哇塞！我啊！我今天没有把你的泡芙戳破，你怎么可以这样？什么泡芙戳破？我要听这个故事。我想听这个故事。笑死呀！我们就今天就去做蛋糕啊，然后我那时候就做一个泡芙啊，就最后大家在说，哎、欸，你东西要不要放上面，怕那个就是泡芙会塌下去。我说没关系啊，它那个上面的皮是硬的，因为它是脆，就是酥皮的那种。然后就说：“哎、欸，这个是脆的哦，就是硬的哦。”我说：“对啊，对啊，是硬的。”然后我在那边搓给大家看，然后大家就每个人就过来搓一下，搓一下。哦，对，是硬的，是硬的。然后就有一个人就手直接啪，然后搓一个洞啊。他是很无情的，直接搓很大力啦。谁啊？哎、欸欸，那个好像是我朋友哎、欸。对啊，那个是我朋友哎、欸，是朋友哎、欸。对啊，就是我朋友就说、啊、不是啊，他就说是硬的啊，然后就是搓超大力啊，我就不知道哎、欸，谁呀、啊？那个朋友好像我们都认识呢。哦，对呀、啊，好笑，秀带，这是秀带，这秀带是谁呀、啊？哦，我谁啊？哦，我不知道哎、欸。哦，哦。
怎样？哦，没有啦，我在魔化啦，我在魔化，哦、然后磨出一个加32%的攻击力，磨你，有点开心，开心，你也只能开心两周了。没有错，讲起来好像很哀伤啊。至少你开心两周，换个想法嘛。对啊，至少还有两周。对啊，之前都没有呢。他之前有的怎么办？是那个只剩半杯水。什么下一季是轻松工厂是不是？轻松工厂，哇哦 ，Relax Factory。那我想象哦，轻松工厂，嗯，你要用自动化产线是不是？说不定好像。小雨，等我一下啊。没有，我现在就是身上我只有七石头，其他就让它喷出来。哦，你要用它那个吗？对啊，我身上放石头啊，最后再把石头塞那个。为什么是？要接过一下。好。你要直接让他这样试看可不可以？哦。现在好像都很嚣张哦，那电方块的拿钻石砖呢？这样不是快吗？不是按 QQQQQ 就好了。可是你有时候抓不到时机，不是吗？还好啊。哦，好吧。哇，这是工厂哎！救命啊！我完成了一组的钻石砖的箱子。哇，好强啊！成就。好扯。哇，强哦！这是成就。完了，我跟你同时就不行了。嗯，比较惨，这个比较麻烦。对啊，啊，不能叠哦。啊，是有人大失败就会久等是不是？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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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记得哈基说可以，哈基说可以啊，嗯，可以，可以，你想要最高到100都没问题。哎，团抓，这是什么？开抓？没有，只在看你在干嘛而已啊。在弄指令而已啊。我在弄指令。哦，新的东西吗？他只能一个人丢在一起，就会卡了。对他只要两颗以上掉在上面就不会动。为什么我现在只要放在旁边哈基看一下，他就会觉得我想要干嘛？你就怪怪的啊！我看关心一下，想说你自己默默在角落塑造出来你的形象，这个怪怪的，塑造出来的形象。哦，就想在旁边偷看，不知道干想干嘛，怪怪的。嗯，可不可以做？我真的要偷看，我就是不会让你发现。啊，还有动画分类，动哦，你说直接放漏斗？对啊，用漏斗去做分类啊。我们现在也在玩工厂，是不是？先看一下嘛，试一下。先行版啊，先试试看。不然你这个还要一个一个开起来放，嗯，是不是该做个分类系统啊？没有，我现在身上是就是有的石头，而已，其他东西会喷出来。那最后我再把石头在那，就改成自动化分类的话，你就直接全部让它掉地上，石头就会吸过去、哦，自己就吸掉，也是可以啦。好像也有数有道理啦。可是我不会的。旁边有水。啊没卷，我听到电卷哦，没卷，对啊。是不是有人要求说我也想要一点卷呢？没有，没有这样说。我也想要一点
一点强率还有防爆啦。可以先让我把这次的失败弄完吗？卷直接进去刷那个就好了。对啊，我想说自己去刷卷啦，下面可以。对啊，一张一张啊，很快。哦，我先哦。哦，你上次不在，你上次不在，他上次不在啦。就是你至少只要放一张那个光碟进去，然后就可以。等会僵尸。哦。啊，那个杰克，等我一下。那怎么那么多只僵尸啊？是怎样？怎么会有？这是有人在乱放？哎，等一下，楼上的僵尸掉下来了，是不是？啊？被吸出来哦。对，因为他砍很多下，你不觉得吗？哦，对，他血很多哎。请问谁用吸引剑在楼上打？啊我。就你放僵尸出门，而且僵尸是从那个哎、欸、黑科技的传送门走过来。黑科技传送门走下来。为什么？好扯哦。原来可以走黑科技传送。哎、欸，不对不对不对，从我们的宿舍那个合作是吗？怎么说被那么过？宿舍吗？我觉得是有人在偷。等一下，哈基你在干什么？没有，我是觉得他在维修，是在维修指令，不是很多很多，真的很多，真的很多，真的很多，你不要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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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哟，而且有点硬哦、喔欸，这个整个副本也没这么多只，好不好？不要骗了。我刚才想说一两只跑出来是团那，你是刚说团那边跑出来，那我想说是那应该没有很多啊，但是一下来哇哦，全部都是、啊，打装备了各位。那我要把青石机拿去天堂了。你能放吗？你能放吗？天堂不能放。那我只好飞上去了，有没有？等一下，他是不是变快了？他是不是加速了？我要去看你们说的了。我就站在这边看他怎么升。走开了。有人在干坏事哦。都从墓园走出来、欸。没有啦，四面八方啦。没有，到处都有，到处都有。你知道哈基站在很高的地方在看吗？可是其实他这样子也是好事啊，他会掉很多那个书哎、欸。对啊，太多了。没有，他那个书就只有那个书而已，就是掉僵尸会掉的书。僵尸生命七十趴，对，就只有这个而已。就没人在用。我觉得，我觉得，不是呢，这世界是怎样了？啊啊！哎呀，没有，我没有在针对僵尸啦，只是七十趴的书，你们真的有在用吗？我有，还是有、啊、都用三十啊？对啊，想稳一点，想稳一点才会去用、欸。我们的护城河有用哎、欸，好好笑、喔！我们的护城河上面全部都僵尸哎、欸，从繁星直接跑过来，沿着河也走过来，好可爱哦、喔！你们要来我这边看，蛮高追的、欸。哎呦，哎呦，我要捡地上的东西。哎呀，你故意的！好多次哎、欸、呀、啊！是谁故意谁呢？谁呢？谁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继续继续。为什么会有沉尸啊？僵尸泡到水里呀、啊！泡太久了。可是他直接走在陆地上是沉尸哎，直接看到就沉尸哎。啊？他从水里爬出来的、啊。对啊。水鬼。差不多。哎呦，去撑一下。妈妈撑下一起睡觉啊？可以啊。哎、欸，可是你不是想打夜妹吗？干、啊、嘛要打夜妹？为什么要打夜妹？哦、要打夜妹了吧？没有啊，我只是想说，他刚刚不是说打夜妹还是？没有啊，不是我。啊、哦、啊，睡觉睡觉睡觉。谁谁？好了，哎呀，你们睡。哎、欸，我有怪，我哭啊，我想睡。哈哈哈！完了，完了，你完蛋了。你搞啊 pen 哦，屋顶啊，不要理他。把床敲走。哦。魔化，魔魔魔力。魔魔魔力。魔魔魔力。我魔了三小，哦，多一盘生命力。好棒！这个皇帝是没人要的，到处丢了是不是？我看到地上都有到处乱，有人乱丢的钻石。哎呦！小雨，你要不要很猛的东西？魔魔力哈？什么？这个看你要不要？哪个？这个箱里面多的。哦，可是我没有要拿锄头。啊，可以拿副手哎，很棒哎。啊，可是我的副手也都是有加那个的。你咬在牙齿上。对，啊、那只，我想那只被孤立哦。
鼓励。哦，所以你是这样刷卷哦，我刷一次看看。哎、欸，你知道上礼拜我还说，哎、欸，把杰克叫起来了啦，他一定很喜欢。对啊，叫他来了啦，我说了，起刷啦，这么爽，对啊。然后结果还是睡了，我上次真的太累了。BNT 还是什么的，睡啦睡啦，睡啦睡啦，太多垃圾啦。我是觉得垃圾桶很难丢啦。那个垃圾桶，垃圾桶其实当初只是装饰而已，它其实没有实质用途。对，殊不知大家现在这么需要它。没错，这僵尸走的有点快、欸，哎呦，哇，还是冒出来呢。对啊，请问，请问僵尸为什么会一直冒啊？不知道哎、欸。對啊、我觉得阿纪，你是不是地下室有偷偷有个实验室在偷偷研发什么病毒 ？H 病毒、oh. ，H 病毒 ，H 病毒，听起来不太妙 ，Hentai 病毒，是哎，我是想哈基秀哎，哦哦，你是说他？哦，你们这样不行哎、欸，你们这样不行哦。哎、欸，为什么会越走越快啊？哎、欸，没打他越走越快、欸，而且还打我，对不起，我烧起来了，我看不到了。哎、欸，小雨，小雨，小雨，来看我。嗯。哎、欸，往天堂的路上，往天堂的路上，这里，这里，这里。水位要用啊！你用，你用，你用。弟弟兄，弟弟兄，你看这里。冲冲冲！哎哎哎，你弟弟兄给。你看那边。哦，咦，这也太多，这个护城河现在全部都沉尸啦，很可爱啊，太多了吧，很多哎、欸，不要卡哎、欸，不是为什么会那么多鸡、欸？小鸡骑士吧，哦，有可能哦，哦，有可能，哦，是刚打那么多也没看到小僵尸哎、欸，我刚刚可能都在那边都掉下去。有变小城市的啦、啊，哦，那应该就是小鸡骑士。小鸡骑士，怎么这么多僵尸？哎、欸、啊，不是，等下会不会装备先爆掉啊？不会吧？我们暂停一下，我跟僵尸说话。让我跟僵尸说话。我们先暂停一下。哎、欸，你不是，你好强哦，你在骑那个守卫吧？这是怎样？你的守卫已经十八了，你知道吗？守卫十八哎，哇，十一我不超锋利了吧？原来这是一个新的洗水位方式，好猛哦！哎、欸，对耶，你很勇哎，然后可以洗水位，这样真的是洗水位，可以啊，你钱多就可以洗水位啊。啊，我们现在钱是蛮多的啦。但假设你在洗的时候不小心成功了一次那个修补，那、哦、会哭啊，就没了、啊，对啊。不是啊，我是真的要冲东西，他只是顺便，我怎么知道他失败这么多次？出乎意料。好强、哦！我没有在洗水位。哇，这样洗水位，真没想到哎！哇，阿旺你好厉害。喂。你是蛮乐观的啦。他称赞哎。对啊，称赞你，称赞一位，一位，一位哦。哎、欸，有人要三十，不止三十，48%加两攻的攻击力的出头啊，好像很猛哦，很猛哦，当然很猛啊，四排攻击力还不猛，那为什么你不要啊？这僵尸因为我有，因为我有另一个四排的了，我好的，咬他，咬他，咬他，咬死他，咬死他。啊、哦，僵尸太多了啦，底下怎样啊？危险嘞、欸，下面。现在玩什么三国无双吗？请问。哦，那我们要选一个英雄来当。武将。有吗？董卓之类的吧。嘿。不是啦，不是，哎、欸，董卓很强，哎、欸，董卓超强嘞、欸。嘿，阿公没啥用过哎、欸。万吕布吧，加油。啊，吕布很早死，他竟然说他不对，奇怪，你很机哦，很烦啊，很闲啊，没玩过哎、欸，很奇怪，腰斩了，腰斩了，
我当貂蝉哦。啊，好笑！到底是谁比较过分啊？熊猫。哎呦，等一下，垃圾桶不收我垃圾啊？哦，有了有了，不收你垃圾。哎呦，还好。哦，原来是全面失控哦。保护还在，好爽。全面失控，其实是工商来吗？哦，哎呦，你偷借要说啊，可以配合你。哎，这个9%可以偷用掉吗？九，好，你用。9%，你用你用，你要冲91，我要冲保护。冲冲冲！就以为可是我没钱，不好意思，我下去拿一下。我帮你啊，我帮你点，不好就算了。不行。我谢咯，谢咯，都没过，就70%哎，谢咯，我今天是不是很臭啊？谢咯，臭。我们现在楼下好吵，都是烧起来的僵尸跟那个，那个橙汁橙汁，对啊，还有那个溺水的声音，超吵的。这是最奢侈的垫脚砖。你知道刚刚有多多吗？刚七个人在楼下，你知道吗？超多的。你感受到末日的感觉了吗？这样。好笑。啊，这70%根本就不70%，好不好？那你觉得是几趴？你设计的嘞？你觉得？你说的。发现我自嘲的高手呀，那套我也都没中啊，那时候都没中，中一年。那你要不要想一下现在没有中的那个人的感受？啊，没有你还有两次机会，你还有两次。小云怎么没穿？两次都没有的话，你就是我们轻松以来最猛的。轻松搞笑以来最猛的。没有没有没有，不止，连轻松生存一起加起来，因为他自己起码轻松生存有送过一次。甚至我有啊，甚至我有中啊。啊、哦，可是呢，你高校从头到尾高校到现在还没中过啊，对吧、啊？那就是应该是说你每季这样子算下来一季中最衰的、啊。嗯，对，是不是没有？只要有人打副本就有僵尸下来啊？哦，因为我刚刚确实是进来啦、啊。哦，来哦，哦。真的假的、哦？我再看一下好不好？我觉得有人在、欸，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蛮大的啦。这个听起来，对，真的假的？这什么？假的？我不知道。这个那等一下有人打讲一下。哎、欸，又掉了，又掉了，又掉了！干什么？为什么？没有，现在没有、欸。他们刚打完。不是，他紧后面。我后面没东西、啊。哎、欸，我刚刚是看到僵尸跟雨一样掉下来、欸。那现在有吗？还是哈基走过的地方都会有？没有没有没有，是真的，是突然掉了下来、欸。还是副本打完的时候也会掉？刚是打完副本出来的。怪这血好多，救命啊！还是水位我要啊！我先留一把剑在上面啊。旁边还有一个锻造台、啊，他不知道会不会共用哎、欸。旁边还有一个，没有没有，会吗？哦，那不会吗？不会吧？我觉得不会、啊。对哦，先分配。夜夜怒吼，怎么了？为什么？我在研究分类器，结果他一直来乱。就有那个僵尸就一直来呀、啊。我刚刚想到谁怒吼？侯明又没在怒吼，为什么会有个夜夜怒吼？他是不是在举牌呀？是不是在剪指甲？我的神头没了。神头。不是，这好痛，但打不死啊！我来啦！啊，我又下来了啊！按错了。锻造才可以用了吧？我现在是只有城市打死吗？我就问，我就问，你就问，我就问。等一下，
这是杰克的吧？这是杰克的吧？不要哦，不要哦，母汤哦。谁没睡觉？哈哈，没睡觉啊！我要去睡。那你的页面有人呢？我被 kick 捆，我被 kick 捆，我来，我来 kick。啊，杰克，你马 kick 嘿。呵，我来啊，我搞啊。kick 捆，七岁一岁，好了吗？七岁一岁。啊，哎呀，我早就 kick 喝啊。你我早就哦，旁边有怪物啦！完了，完蛋了，完完了！僵尸让我无法入眠诶，强哦！哎，在哪里？我被困了哦！哎，你有人困啊？哎呦，好喝喝喝！咦嘞，啊呢？你都他都没过啊？好可怜哦，八十九、八六、八三，哭啊！哎，哈基，哈基 ，nice， 我们最近的词都是 nice 了，嗯，没错 ，nice， 好棒，好棒！哦，不要过，我要垫水位。那他就一次给你过，他过了七张，这就七张，可恶，九趴，哦，过了。我们要看的不是领过，我都点个四次就过了，为什么一次就哎？这保护，哦啊，哦不是，僵尸到底是想怎样啊？哦哟，哎呀，抓哪个靠？那看东西就被揍一下，到底是？哦 ，nice， nice， 啊、oh, 不 nice 哦，不 nice。特殊技能也是继承左边嘛？随机？对啊，爸，啊，左边的，左边，我改了哦。基底，哎、欸，等一下哦，我记得你那时候说是随机的呢。对，随机，对，随机，对。哦，特殊技能是随机。只有那个时候改那个基底是改左边。好的，那我要不要来试看看这个能不能变成五攻击呢？来，上次雨燕不是说会完美回避掉攻击吗？来，最烂就是剩两条攻击。来看，只是十条有三条不是啊？有那个七条是。哦。是，搞不好你有防御、幸运跟血量啊，对吧、啊？哎、欸，那我要反过来。对啊，反正没有啊，我再去洗石头。哦，对吧？哦，这个八的砍真的很难过。还来有？那你要用吗？还是四条？好吧。啊、要。不行，只有四 V。四 V， 可是他四 V 流幸运哎、欸，不错哎、欸，他在三个垃圾里面选了一条不错的。哎呦，不行，你用不到幸运，我死了，我死了，怎么又有僵尸啊？精英卫道士，下来下来下来，我把他养在他自己的游泳池里面。那他里面他的游泳池很满，那个是大堆客人。对，游泳池，对游泳池，对你那也是说，那是游泳池，僵尸不是游泳池啦。游泳池，没有，他很怕我们讲他钓鱼场。哇，完美！来吧，僵尸生怪塔，再来，通通来，通通来，来，再来，冲冲过去了，再来，立龙来，通通下去，睡啦，通通下去，这个就很像跨年的那个啊。泳池狂欢趴的感觉，你说每个人都烧起来哦？Yo 啊！来，通通下去，全部变成城市吧，通通下去。他们爬得起来吗？那我的怎么引不下去？可恶！你把他打下去啊！你都落去啦！我怎么下去？我被烧了！我自己好巧。你家交响乐哦，哈基。哎呀，他们都变了。有啊，他们很嗨，可是又生新的了，又生一坨了啦。哎，里面很香哎，绿绿的，还是他们是泡太久发绿烟，臭的很香，臭臭的，臭臭的。哦，好烦，好烦。
啊、哦，他追你的话，你要下去啦，下去的话就跟着下去。哦，你在底下可以享受被簇拥的感觉，被僵尸抱抱。那你下去好了。哎、不要。这样你蛮喜欢的。对啊，你好像蛮喜欢。没有，没有很喜欢。哎、欸，又在生了啦！到底是怎样下雨哦、喔？可是现在大家没在干嘛？奇怪。这里突然就生了。通通下来，通通下来。对啊，会会无意间生呢、欸，无意先生呢、欸，无意。对啊，血超多的、欸。来呢，来呢、啊。我可以把哈基 TP 下来吗？他看得很开心哎、欸。我没有，我没有看得很开心。这是在追谁啊？这一头僵尸在追谁啊？在追繁星吗？我只是想用金石靠近。干什么干什么？来来来来，通通进来，通通进来，来来来来。这些僵尸都笨笨的不来啊，然后在那边养那个龙猿。哎、欸，让龙猿咬他们。可是我没有龙猿。我家有哎、欸，不是，我可能要晚点才能去拿哎、欸，他有机会会死掉哎、欸，反正他们只能活两集了啊，哦也是啊，这谁那么嗨啊？小雨加油，小雨快跑，来来来，我回家拿东西，哎，我死掉了，进来进来，我这好挤哦，我的天哪、啊，哎呦。就很常跟说借过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连我的输出都要砍好几刀的，这很扯。不要再打了，来来来来，跳到中间去，跳到中间去，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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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跳起来。我觉得这种时候，如果突然间在他的池边放一个水，应该蛮精彩。哎、欸，谁把我推下去啊？哎、欸，哎、欸，干、欸、什么？干什么？谁干什么？杰克是不是你把我推下去啊？那我想要用僵尸啊，想放僵尸进来啊。我了，怎么了？有铁巨人，铁巨人，铁巨人。哎、欸，铁巨人不见了。嗯，他不见了。召唤铁人吧？谁召唤铁人是？我不是，我不是。哦，对耶，反正铁那么多，哦、我们招铁人出来玩啊！要把它炸出来哦，要把它炸出来一下。没有，我觉得塞够多应该就会了吧？没有，你看，应该，他现在应该下不去了吧？哎呀！哎、欸，那杰克，你看啊，我也可以。哎呦！好，哎呦，哎呦，哎，好帅！对啊。跑太快了，地板门下不去哦。啊，我准备钓鱼，钓成丝。哎呀，啊出来了、欸！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完了，烧不死了。来的，真是太多了，池子很富哎、欸，好多东西哦。哎、欸，我的副本不能挑战了、欸嗯。没有，你要把旁边的按钮按，那个按钮按一下。哦哦，对。其实我在想他们，欸、他们应该会掉装备吧？哎、欸，不是我，不是我，哈基不是我。什么？在偷打屁股？不是不是，他又在掉僵尸了，又在掉僵尸了。我就说他们会钓鱼，掉下来啊，不钓鱼。僵尸鱼，什么世界末日哦？哎、欸，我、哦、好嗨哦、欸，会炸哎、欸。可能僵尸也会饿吧？哈哈哈哈哈！太多了，太多了。哎哇！会卡了，会卡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在消这边的怪了，完了，真的在卡了，我在消了，我在消了，超攻速，而且现在下雨，我跟僵尸掉到同一个洞了，完了，为什么你掉在哪？你在哪里？哦，哦，想说我要挖一个洞，阿基有人偷开门，阿基阿基有人偷开门。坏了，这样可以吗？去吧去吧，僵尸们上吧上楼上楼，快去快去！我帮你控制一下，等一下。啊，没事，我用岩浆上来了。怎么听起来有点可怜？怎么那么硬？啊，我没有水，我只有一桶岩浆要烫他们的。这次太多了，救命！欸、他们真的是无、直接生出来、欸。对啊，他们一整坨出生在那边。
我现在看阿汪那边。阿汪你不用砍啊。哦。对啊。欸，我可以把小雨的箭乱吸一通欸。哦，你说我射出来的那个箭是不是？那也算物实，我记得他也是算实体啊。对啊。你看你的箭。欸，团团。你原本有戴帽子吗？没有，但是我帽子没啦。哦，对哦，原本有啦，但是我的帽子冲爆了。你的神盔是不是？对啊，神盔。阿旺，好吵哦，这个。哦，这里怎么了？你那个？我给你一把副手武器啊，这个。哦，已经有开始送武器了，够堪用吧？哦，看起来很厉害。My God。啊，掉了！那个就放副手之类的。屋顶破掉了！出事了，出事了！屋顶破掉了！出事了，出事了！这个钻石钻也太奢侈了吧！很忙，身上没有其他方块了。慢慢跑不起来了啦，快气死！哎呦，耶、yeah。有啦，好像尸潮变少了，暂时。对。啊，才刚讲完，你又冒出来。对。不给面子。不知道藏在哪里的。给点面子、啊。哎、欸，这里面还有一段时间。我死了。哎、欸，不是我家墙壁里面怎么那么多叫声啊？墙壁，你知道你家那边走超多出来的？我知道，妈，我不知道。毒窟，毒窟，你家那里超危险。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哦，不是啦，在护城河外啦。还哦，护城河外还是很多。对啊。Let me see see， 就是在那个雕像，你走去雕像看那个护城河。哦，有哎、欸。好多城市哦！你要去超度他们吗，师傅？我在超度他们啊，再一个慢慢打。师傅，我真的很多哎、欸，妖修。我说我没看到啪。他竟然偷火车来撞人呐、啊！你干嘛？你要来撞人？哪有？我是那种人吗？啊？那后面大嘴巴。我要拯救他们喽！哎、欸，他们这变成尸比较好打，变成尸血就变很少。哦，真的吗？对啊，我们打成尸都是一下就死。哦，我要召唤凋零出来了，清这些了。好危险！好恐怖哦，世界末日喽！没有啦，末日，来吧，招兵买马，卖怕卖怕，在忙啊。阿旺，所以阿旺你的武器有用吗？拿下来的啦！你有用武器吗？有啊，有啊，有啊！哦，芝麻，不要来捣乱！你要不要香香的剑？好像也没多香、啊。这好酷哦！来啊，来啊，来啊，来啊！这设计很棒哎、欸！我设计很棒、啊。你说我的那个、哦？自动烧僵尸啊！我想说，我在那边挂网一下，哈哈，没地方跑哎、欸。那我吸吸了，那我要去上厕所。对啊。哦。啊，所以刚刚不是叶妹吗？我说叶妹救我。不是叶妹啊，不是叶妹救我啦，我说叶妹在烦我。哇，这好是加九哎、欸，对啊，是充七十的而已。你说谁加九？加九也不错。怎么了？什么东西？没好问一下。好奇吗？请问还有重置史吗？要弄。好。我看他们打排球。你现在是做壕沟吗？对呀、啊，因为你是进来很烦。守护我们的司令台。又是谁？这次是谁？又谁没睡？我也还没睡啊。你又还没睡？不是啊，刚刚就有怪物在附近哦，怎么睡？对呀，那么多人在家里睡。
我从床上滚下来了。你睡姿很不好哦。睡姿。我刚跑过去躺，然后直接人物在床底床的旁边。啊！怎么连底下都有？底下也真的。我烦死啊！摸了一下铁巨人，瞬间裂开，我好怕哦。你们有没有不要的钻石头盔啊？我有，我家翻看看箱子，应该有。好诶、欸，是要做基底吗？还是什么？对啊，对啊，没有，因为我的他的脑袋爆了，我有脑袋爆了，我现在是笨蛋，头破血流了，他的脑袋爆了，笨蛋，笨蛋是我，嘿嘿。哎呦，完了！哇，阿旺你连续两次，好强！是不是用这个来洗一下水位？可是我记得耐久可以往，我记得耐久可以在网上啊。可以啊，继续啊。他说可以到一百，几率很低而已。对，几率很低。去洗那个水位啊。嗯。哦，我都已经太久没去小一下，忘记他家在哪。啊？垂直下去。度。没有发现他家下面已经挖很深很深了，负六十四。你家变很多呢。哇，那你真的是很久没去，很久以前就长那样。啊啊啊！我送你的那一只不见了。不是，你要记得我们有搬迁，有没有？转的时候，所有的生物都死掉了。哦，对呢，哇哇，你真的是很久没来了呢。哇，真的很久没来了，久了呢。我超久的了。那他跟你的熊猫同时死的呢？对，不是一起离开这个人数的呢？对啊，在同年同月同日死。一坨东西，我家死超多动物的，我家原本很多猫。有啦，你现在又搬回一些了。对，又回来一些些了。啊，我想到了，毒。没有，就是既然没村民，可以用那个啊，僵尸吸引他们啊。不，铁剑吸引他们呢、啊。嗯啊。就僵尸看到铁巨人也会啊，不会，对不起。嬉笑。刚刚不会。然后要吃米才行。对，我就旁边放一个壕沟的啦，我就觉得算了。然后你被一只撞下去，跟着他们一起叫了啦。对，下面是雨夜会先叫啦。我叫怎么又有？哦，难怪刚刚说下面怎么又有是这个、哦。没有，是下面有身心的啦。对，又掉了。刚掉僵尸村民，刚掉僵尸村民嘞。对，我手是掉僵尸。哎、欸，他有名字哎。他叫什么？叫什么？我来不及看。我不知道，我刚刚一秒就把他杀了，我没看到他名字。哦，我还是死了。哎、欸，又有新的僵尸村民。哎、欸，都是哎、欸。的村民。白痴哦，都是哎、欸。哦，这是世界末日，这是轻松末日。对啊。哎、欸，可以养起来交易了哎、欸。不是啊，你至少有个村民，僵尸也会先看村民啊。对啊，怪了，还是我们就学期间外面发生什么事？哦，外面出大事了，是出大事，一定是哈基的研究。啊，是你所以学那边有发现我英文比你快啊。杰克直接滑下去啊！我要遭爆、欸！他怎么进来的？是哪里？哪里有那个、欸？哦，这里哦。啊，技能列表现在会尬广给大家讲，对。哦，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哦，这里就有了，这里就有了，好像谁点就会跑出那个。啊，难怪怪怪的，这边少一个地板门啦。啊啊啊 啊, 啊！你啊什么？我觉得用金装去洗好像比较好哎、欸。对啊，金装有五条。对啊，你省了一个哎、欸。数值啊。嘿嘿。他怎么？他在里面？为什么？欸、你说说，进来了，哪里进来的？哦，他们跑速啊，他们跑速很快，对对对对对，够快，只有两格宽，
快，那也不能打我啊。啊，小雨，你家还有没有蜘蛛网？我家好像没。看他有没有走得下去，有没有滑下去？那就不会了吧？这样还走过来，没道理了吧？没道理了吧。哎、欸，又下雨了，无敌的。又下雨了，又下雨了。哎，来，欢迎光临。来，欢迎光临。啊！走开！这样子。淘气月月。我在忙。哦，你终于成功了！你那个弄几次了？我已经穿别的东西穿了，你累个很久哎。他在忙别的啊，你要体谅他一下。对啊。啊。来感染出去。对呀、啊，啊完了，他被感染了，他被感染了，他被感染了，团团砍他，危险危险，团团砍他，他被感染了，他被感染，完了，你要你要小心，你越危险会多一只 boss， 你那敲刺很强哦，哎呦，啊不强，我差点换了，哈哈，让你专敲刺打架，哎不是，又掉了又掉了，哎呦，不是，哎村民突然血变多了。哎、欸，怎么都没有防爆卷呢、啊？我只剩防爆卷，简直强力了。小雨，这有些叠不起来，是不是？对，他会有一些丢一丢，然后发现叠不起来。对，这样子我做筛选器是不是没用啊？没错。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他会叠起来。我也不懂那个，我也不懂，你就不要问我，真的也不懂了。那你知道为什么会下乡之雨吗？不知道，应该就是我们就学期间外面发生什么事了。等一下，所以我们必须要出去看，是不是？要出去看。你已经重复这句话第二次了，我感受到，感受到。出去看，好的，我知道了。赶他出门。没有，没有出门。又掉，又掉，又再掉。快跑，快跑！快说了。生气呀！生气的月月。太扯了。哇靠！等一下，我看到了，有没有飞我？哪里？你看这个塔，这个塔坏掉了，好多升官砖哦。什么啊？我不知道，问你啊。副本吗？哦，这副本是这塔哦。太坏了吧？哎，那只好看谁，那只好飞到最上面那个箱子有没有？对，你去看那个箱子。坏掉了，坏掉了。他直接废掉、欸，通关。你、欸、这个可以直接在上面拿箱子、欸，直接箱子捡一捡。他坏掉了。我以为你叫这个意思哎、欸。不是什么意思？这、啊、我不知道，这个不是我，这叫我们出来看啊！我以为是这个意思哎、欸。我想出来看坏掉的副本。出来看坏掉的。你行吗，杰克？你行吗？你踢踢我啦！别坚持了，他就飞上来的、啊。旋转跳跃啊，他不停歇。对啊，他闭不哦，他不停歇，我也是没闭着眼。他闭着眼。别劈了啦，别坚持了啦。闭着眼算了。你就想想看嘛，你旋转再跳跃，你闭着眼，你会怎么样？你还是乖乖摔断腿。旋转跳跃，他摔断腿。那这个蛙掉就不见了吗？是的，一起叫吗？要蛙掉吗？一起叫吗？哈哈哈哈哈！哦，他们走很快，很烦。喂！哦，所以哈基出去看不是这个意思哦。没有，我外面什么应该没什么东西吧？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我也不知道哎、欸。我怎么知道？没必要，是不是？应该没东西，那怎么这一排楼梯是怎么回事？那个副本的啊，副本的啊，那个对，败掉了，败掉了，败掉了。找找看蛮好玩的、哦、我看到我们学校上面有跑酷哎、欸，这是哈基设计的吗？你哥太小了，你是设计都没来上课？是第一集吗？跑酷应该是上辈子的事情，不是？上辈子的事？不是跑酷上面有盔甲座，应该不是上辈子的事情吧？哦，盔甲座应该就不是盔甲座。有盔甲座吗？有啦，盔甲座哦，没有印象了。有没有那个盔甲座？我怎么知道啊？你设计的呢？不知道。
他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这什么这什么？对啊，而且团团的跑酷是不消失啊。哦，没有那个，对，我的跑酷消失是因为那个时候抓过来的时候有卡掉一些啊。哦，对对对对，对啊，这跑酷应该对不对？怪怪的吧？哦，这盔甲座该不会之前翘刺的时候不小心留下来的？哎呦，人家有锻造台吗？钻到台的吗？对啊，对啊。我加油，我加油。你加油，你加油。你，我加油，对不起，好不好？就是我加了，我加油，加油，你加油，你加油，加油，加油。大家来找茬吗？一定有什么问题，不然僵尸怎么会一直掉？烦死了！你要气死了！你要气死人，气死！我要在附近找找，到底是发生什么状况？我就在跑酷这边等他们。来啊，跑酷啊！超级强啊！来啊，来跑酷啊！来啊！你来啊！你们上次不是那个模组生存，然后史莱姆会跑酷还是什么的吗？你们有一次好像打魔法金属还是什么的，然后他打副本还是什么？那个时候他从那个跑酷跑上去，对啊，然后把人家撞下来，超过分，好强哦，好猛哦！等一下，这个史莱姆会跑酷呢，他会爬楼梯耶。对啊，超扯。阿进，你家有客人啊，找你啦。我不在家啦。他在你房间里面等你啦。哦，你把他叫到房间里面了。他男的。狼 K 呀。哦，好。哦，好哦，你是打电话给人家说在房间等我，我等下就回去了。哦哦，哎呦呀，好哦，哎呦呀，玉髓锭怎么合？要金三个玉髓片加三个金啊，不是四个，都四个，各四个吧，各四个。哦，有玉髓片跟金锭，我以为是四个五个。我又看他们他从，哎呀，哈进更变了什么东西？我们去找那个坐标。哪一牛鬼？负十四、二五一、负十三那方块是什么？更变了一个方块。哈进，快快去看。哈进，他在冒汗说完露馅了，完了，完了，我没有把那东西关掉。怎么没有把显示关了？为什么一直出出名啊？僵尸出名为什么？问你啦，我不知道。一直让眼神掉下来，新的是怎样？我打一只掉，一只打一只掉，一只在神经是谁？为什么？操！还好我跑很快。我也是。哎，你借过好不好？我要盖屋顶啦。这样就不用怕夜妹了，对不对？对啊，跳哎、欸！有人没睡觉是不是？不是，已经过三天了，我们过，所以睡觉应该是我们才对了。我已经睡了，我已经睡了，我睡了，又是新的一天，对哦，九点了。对啊，好快哦！如果没有僵尸，应该更快吧？他们那个刷新的点是。是副本里面呢、欸，啊，所以是刷一个副本出来的，是不是？就我们平常要放光碟拿副本的位置，那就是它怪怪啊。你说哈记吗？那我们再继续一次吗、啊？然后看会不会再掉一坨，是不是？每次一进去，然后就掉一坨，进去就掉一坨。好烂。慢慢加速值。石头，九桃。哎呀，中虾回，嘿，哦，错不错，还是墓园出了什么状况？哦 ，nice， 墓园，哇，你这个很爽。对呀，还是我们的银行账户出了什么状况？银行快了，怎么里面没有钱？这样子，怎么里面会没有钱呢、啊？他一直有这个状况啊。哦，那没问题，那没问题。有点干扁扁的。对。那我好奇，到底谁没有这个状况啊？下一页换，没有要换我了。对，你有，完了。
你知道雀魂会出香喷喷的 skin 了吗？还有角色。完了，我荷包失手了。对。哇。哎呦，什么东西啊？到底在哪里？你们到底在哪里？困扰的。你要疯掉了。困扰了月月。真研究个东西，然后一直有僵尸来偷摸你。摸一下。怎么会有个耕地？谁负手拿锄头？谁负手拿锄头？就给我的啦！走过来，经过，哎、欸，怎么耕地？我刚不想回答，是不是？他突然想种田呐、啊！哎、欸，等一下，有猫咪在我桌上假车祸。假车祸，很常做。走过来想拍他，然后突然一个砰躺在桌子，躺在桌上。那你训练的很好哎、欸，会装死。假车祸，那你要出去帮我赚钱吗？所以假车祸赚钱，听起来不妙，听起来不妙。哇哦！可是怎么想，他应该都只赚到肉泥啊。他赚到肉泥，我赚到钱。啊，但是可以请，就可以请小雨吃肉泥了哎、欸。对呀、啊。请小雨吃。哦，搞不好比我现在吃的还营养哎。对呀、啊。现在吃的是多不营养。对。不好说嘛。好烂。哎呀。哦，就这个了，就这个了，拜拜。这个还不错哦。好，就这个了。换我啊！啊，换你。好烂。这个哦，你有看到这个吗？哎、欸，繁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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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哦。被感染的锻造台。好、哦。哦。还有这个，这个鼓掌也被感染。哇！阿伯，你被气死吧？啊，杰瑞被感染了哎、欸。等一下，刚有谁？团团啊，你是不是刚包包满，钻石吸不起来？哦，好像是哎、欸。你入口的？等下去拿，我等下去拿。怎么没有被感染的熊猫啊？对啊。哎、熊没有熊猫，熊猫不是人。熊猫是好像正常的。它不是人。不是啊，副本入口都可以被感染。锻造台怎么样也不是人吧？是人哎。锻造台哎、欸。感染了。我跟你讲，这是说什么？就叫你们信竹林贤者教了吧。好扯！所以这源头是你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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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源头，你是那个感染王吧？熊猫不会被感染，其他都会感染，那就是他、哦、他有问题啦、啊！你是有什么源头？僵尸王，姐，你先说一下。没有啦，没有那么。没有错的，没有错的。谁？被感染的团团啦！什么东西？团团，你看，你按 tap， 你按 tap， 你按。哎呦！哎呦！杀掉他！杀掉他！一刀就好，一刀就好，一刀就好，一刀就好。啊，好痛哦！你很坏哎！啊，你也一样啦，你被感染了啦，杰克。我就感染别人耶。我们同类人，我是攻击最高的吧？你牙齿多硬啊？你钢牙哦、喔！钢牙，嗯，哦，血的钻石血掉在这里。我们应该是同模他机的啊。奇怪、欸，有没有要这把很猛的副手剑啊？
好像很猛哦，可能要吗？很猛哦、我看看，好像很勇哦。魔道士勇哦，哦，好像不错呢。哦、好啊，那，阿迪亚豆，你，哇，好像可以 C8763了，好爽。你的双剑，对啊，我双剑呢，好爽，大 bus 的。所以之后就要拿 我拿剑剑这样，什么？是什么？十二，你想怎样？我就是洗个十分，结果额上去了。好猛哦！被感染是不是运气比较好？我没有哎、欸，哎呦，那我来去冲一下。被感染几个月，它有没有变高啊？嗯，没有。被感染比较会不会比较容易打到传说光碟啊？好像没有。哇，这是什么鬼东西啊？我什么都不是趴树啊，可恶！哎呀，哎呀，卡！要毒血，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啊？世界又要再变化了。叔叔，哎呀，叔叔，病毒变体，病毒变体，病毒变体，叔叔，叔叔了，被感染出现盔甲兽了。啊，盔甲座，出事了！我这边盔甲座全部显示了呢。对啊，我刚才看到盔甲座啊。哎呦哎，浮出来了，被感染了。感染的盔甲座。开始看到一些看不爱看到的东西了。幻觉了，幻觉。不该看到的东西。完蛋了，太危险了。完蛋，完蛋，完蛋了。出大忌。被感染的熊猫，那个感染应该蛮深的，应该已经末期了。默契啊，默契！你要突变了是不是？太危险了，太危险！被感染的，好有趣！哦，好难刷哟！有，要打什么难度啊？我忘记了，感觉血很多哎、欸。我好像把光碟丢进去，可是我不知道我身上的光碟是啥，我就丢了一张。十二倍的血，十二倍的血，十二倍血。哦，你还点吧。啊，这个里面这个 boss 是怎样？这个地板怎么一大坨？你忘了吗？三乘三呢、啊？一大坨了。因为感染了，所以它原本一格变成三乘三了。没有三乘三的啊，两、就是、你忘记了是不是？我忘记了，那时候被感染到忘记了。那时候我们进去打的时候，我们进去打的时候是因为吸到空洞它才没有的，你还记得吗？哦，那不是不是一格吗？没有，它是吸到空洞之后，它踩到地板才会变这样。哦，啊，怎么不会动了？哎、欸，对啊，你那时候怪不会动？他们怪物不想动了，累了、哦，他累了吧？他累了，他累了，他累了还是我看到隐形的麻了，怎么会这样？还是他变成同队了、啊？对啊，因为你被感染了啊，啊成同队了、啊。哎、欸，对耶，可是我还是要打他。哎、欸，椅子的马出现了。啊，我们完蛋了，这是什么鬼？幽灵马。不是打副本，然后把他全部放空击，快。哈哈哈哈哈！你突然动起来，你们就完蛋了。哈哈哈哈哈！都被全毁。对啊，一下全死。直接哭出来。有马王来啊！来啊来啊，那我先把装备脱下来。不是他死就是我死。你装备脱下来你也会变很烂呢、欸。其实攻击力够就好了吧、哦、还是你先确认他会不会动再穿这样子吗？我怕等一下全部攻击了一下我会玩我会玩我会玩。来啊来啊。会动了。啊会动了是不是？我好怕、哦。会动了。刚刚穿起来衣服穿起来。他会咬你吗？他会咬你吗？哎、欸、不会啊。他这个暴走也收太快了吧。不是反被天神监听了啊，怪怪的、欸。奇怪，僵尸很奇怪、欸。什么东西、啊？哎呦喂！快停止那愚蠢的行为。被监听了，快跑！真的完蛋了！快跑！欸、而且你知道他喷下来全部都吸在身上吗？哎哎、欸欸，我。我发现一个问题，他刚感染这一片之后，烽火台全部失效。所以刚刚没有什么力量，没有什么鬼东西的都没有了。我说你现在用 Q 的就好了，为什么要在上面？啊，因为这个可以用，因为可以这样啊。阿北吸走了，
这样你哥哥，可是他有时候会喷歪，他很容易喷歪。对啊，你这样子按一下 Q 就是一颗啊。好吧，我想说我想要你们有人做这个机器，不知道会比较快。没有，而且没有，是自己手丢。试了一下，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手丢比较快的。回家丢一下。哎，不对，他怎么没有卷？因为他被感染了啦，他被感染了啊！哇，卷也被感染了。我们那个箱子放一些精装的东西，看有没有要拿去洗的，因为精装比较好洗。还有。什么精装的东西？哦，精装去洗钱的比较。哦，果然是你已经洗过的。哦，就还可以再拿重置石去弄啊。哇，然后我怎么看不到椅子的马了？因为他们是耶，为什么啊？看不到了。他们魔法又消失了吧？嗯，哎呀，没解。对，我们可能又变回马瓜了。我以为哈基钻进裤子，等下哈基不要动，我拍一下。哎，你的金库库很大，很大一块。金库库很大一块。变得弱。哎，被你吸走。下面一大包啦，那个。对，很大一包，不是很像裙子，很像裙子。啊。哦。我的失败累积加成25%，只要放一个强率就必过了，有没有人要啊？哦。我没有球。哦、好像很香。冲奶酒咯。冲奶酒，奶酒冲起来了啊！我没有高的那个可以冲，让有没有你们加油吧？呜呜，可是我没有。对，现在目前还没有什么呜呜呜。啊，这个好了。啊啊，那个啊，隐约冲啊！啊，冲这个好了。是我只是在冲修补而已、啊，有点浪费啊！看你们有没有人要啊？哦、没有。我没卷，我要再去打一仗。那可以再征求一个东西吗？什么？那个都是精英怪的光碟。精英怪的光碟？哦，你这个光碟都是传说光碟吧？传说光碟。你看有没有人有打到有留着的、啊？我没有。用完了。那也是没有。那我去打地狱幽灵喽。走。要吗？我可以先去啊。可以打，好，等下我打过去。哎呦，这是正常的、欸，然后正常的僵尸，吓到，这是正常的。啊，这二十五趴留着，看等下有没有人咬下去冲用别的。好。好。哦，东西都被感染了。我要来乱磨了。哎呀。魔力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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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一下哎呦哎呦又更新了又更新了世界又变怎么了世界又要变怎样了新我去地狱会炸吧为什么你的哎杰克你的剑是不是怪怪的、啊还是你这是你自己改的？被感染的剑欸对啊，你哇，怪怪的。我要去感染别人了。连剑都被感染了。连剑都被感染了，怎么回事？我看不到剑名称，太长了吗？属性太多了，看不到。哇，48%最高生命，好多、哦，好强哦！哎呀。你现在血已经50了耶，锻造50，哎，对耶，好多。哪里还有其他锻造塔？哪边？后面这边还有一个。后面那边啊，就发发女神前面那边。嗯，我看一下发女神。这个是几趴？这加持0%，另外一边那加持25%，看有没有人去冲什么顶级的。嗯，我先看有没有机会。顶级的耐久吗？顶级的耐久，直接哭出来。好不好？再蒸了啦，蒸了一下，蒸下去了吗？我帮你蒸了，来啦，这里一颗。啊，我这边。副本，我来磨了。你要磨什么？我被垮。我要磨一只神镐。
好，神搞，神明，他真的是很神，真的很神，对，那么厉害，是不是谁点了一下？三十八，哎呦，四十四，还可以，还是可以留。好了吗？你的洗能石要干嘛？你的洗能石，可以继续用啊。我没有洗啊，我没有洗啊。那个谁，里面是要抹啊。哦，好攻击哦。哦，这是很攻击的稿子。如果水晶加属性就很爽。哦，我强力绝了。哎呀，要冲了，来，嗯 ，Go， 魔了啥？哦，修补零变一，零啊？可是你不本来就有修补吗？不是本来就一了吗？欸、啊？哎、欸，你家有附魔吗？他是加零，所以他是加零到三。哦，所以你是叫我加到零，加零，太烂了吧！是加零，没办法啦，烂没变的，没变。再不讲啊！再不讲啊！再不讲啊！你要飞出去再飞回来。你、要回来讲哦。两绿一张，飞回来啊！小雨，你垃圾丢。我说你 TP 回来要讲哦。嗯，没错。哦哦，你就是大概外面滞留个五到六秒，再飞回去。还不会呀、啊？哦，那我要来玩一下。不会。对啊。那我要把这个二十五拿走了。你干什么？好耶！因为我看不到他。哦，有回来了，100%成功耶！好耶，100%成功，好耶，好耶，他可以来磨了，可以哦，磨，磨啊，哭啊，磨是在另外这个旁边鉴定这边，嗯，他怎么不会动了？杰克飞你哦，卡住了，卡住了，不会动了，哦，爆掉了，我刚在下面打副本就很卡了，我在。模拟，你该不会什么东西要蹦出来了吧？巨人要出来吧？哎、欸，不对，他也没冲过卷呢、欸，那我先去冲一下卷。被感染的团团通关。哈，Yeah， 我没烟火了，回家的。哦，这里还有一张强力。有人在家吗？紧急状况，在家。紧急状况。啊？啊？你看公告啊！哦哟喂，讲话啊，讲话啊！公告了，公告了，公告了，讲话，公告了！有了，讲，冲起来！有了，有了，讲话了，讲了，讲了！小雨尬广，广告起来了，尬广，尬广！讲话，快讲话！他不讲了，那太外地。那我也要冲冲，你都改广了哦。OK Google， OK Google， 哎、欸，到站。哎、欸，你不是 Nike？ 尼克，哎呀，打太快，打太快啊！吸血鬼，我要去拆了讲台哦！你干嘛？是不是直接去直接洗粉呐、啊？来喽，魔喽魔喽！这个系统会骗人啊！我可以拆了拆了他的系统的发生的地方吗？搞死！哦，魔了什么？魔了什么？随机增加附魔等级，保护加两等。哦，还不错。然后修补变成三了。哦，耐久变十一。哦。哦。啊，可是我的消失诅咒也变成二哦。哇！还没有二啦，就消失诅咒从零变成一。消失，更消失了。更会消失喽。消失，消失。哎呦！车祸猫咪。现在要打副本之前都要帮忙倒垃圾了，还有，对，超多垃圾。
北面的墙啊，之前的巨人，巨人，奇行种，奇行种，可以，那我要飞了，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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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哦不，地狱幽灵拜拜，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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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好累哦。对啊，好累哦！都还没看到你，你又先六了，在那边打那个，在哪里啊？叭叭叭叭！我们用钻石丢他好不好？钻石听起来很痛哎！哎，我收买你啦！这样，不要打了啦，钻石给你啦！先不要打了，好累哦，给你啦！我到了，嗯，你出来呀！我的奶酒又越来越低了。对啊，你怎么奶酒倒退路？那是不是最强的是那个会炸的萤火？嗯，没错。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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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来了，重听我慢慢的跳起来。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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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哎呀，这个好多了，这不比刚刚那种发疯的那个好多了。哦欸哦，打不到哎，欸，哎，啊，打不到哎，欸，我直接把僵尸砍死了，这样是对的吗？我没报警。哎，不是，欸，可以也可以可以砍什么后颈啊？拿起好了。等一下，我把真的没有后颈哎，这是不是骗人？骗子，骗子，骑士没有后颈哎，难怪是骑行种，骑行种，骑行种，骑行种在砍脚，砍脚，砍脚。对，我就是一开那个显示方块，然后看他后面啊啊，怎么没有东西？我想说不做什么，直接把他砍死吗？他应该会有肿肿的一块在脖子那边后面。哦，对，以前是这样，之前会有啊。可是骑行种不，完全没有。你发现骑行种没掉东西吗？对啊，骑行种没掉东西啊。那我先走了。那可能是因为他是骑行种的关系吧。让他在里面晃晃好了。那我先走了。可能我们高校的世界危机就只好交给你们处理了。可是好像也没啦，没了，有还是有几只啦，有吗？还是有一些。有啊，应该有吧？刚看有。顶上有没有啊？还哪里有啊？就我家那边应该还有打了两只，好像没了啦，啊，没了啦，打完了，打完了。那我们说不打，然后结果还是把它打完了。对啊，所以原来在座各位全部都是傲娇，勉强拯救一下了。哎，你怎么洗底了？又洗下来？哦，你阿汪哦，哇哦，成功倒了啦，又回去了啦。是不是，就说前面都没有在 care 那个哈，就点下去就对了。他就前后我就下来这样啊。对，又可以上去了。哈哈哈哈啊，前满了，前满了，上去。哎，不对，我怎么在这边？我去打副本。不不，请枪，请枪。耶，yeah, 又回来了！恭喜！什么意思？有啦，你到死了，成功到死了啦！死了啦，没数啦，没数啦！哎呀，开玩笑的！哎呀，开玩笑的啦！你以为我要冲十一吗？十二吗？不对，我是要冲十啦！没事啦，没事没事，无代志，无代志。等一下，是，我来打一个15秒副本好了。快，等下更新一下。等下更新一下哦。卡一下15秒就没了。对。我刚想说两秒，两秒好像不够。我六秒，六秒吧，六秒。六秒副本，他们直接弹开你就打不到喽。他说：“我要十万格啊！”好，我要传送了，我要传送了。
好想十万格哦，怎么办？我突然觉得想要出去出远门一下，好累哦。我暂时不够，要去挖一下。哎呀，突然想要出门一下。啊，剩一只，再一只女巫，再一次，再一次。摸一盖，摸一盖。怎么你的十万格那么近啊？我看到了，你在副本里面哦。爆掉！炸了！炸了！这是读取时间比打的时间还要长。等待时间都比较久。耶、欸！反包研究。嘿、欸。为什么要这个音调？我也不知道。突然想到，我靠！突然想到一个题外话。嗯，我就是因为 Bobo 他们不是有上来嘛，然后就他们还有带那个，就是小雨之前讲说很像，不是啦，他有带那个小面筋。嗯，就是你说吃起来很像橡胶条的东西，对啊。然后我真的吃了，哦，它真的好橡胶条，对不对？哦，就真的很受嘎。我吃了一个，我就觉得那个好化学，我就不想吃了。它是真的很化学，啊、我觉得吃完。那其他的就勉强、嗯，可是就是那个特别、嗯、特别受嘎。对，可是。不知道哎、欸，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吃完那个跟还有个魔芋爽之后，我觉得我宁愿吃橡胶条。啊，我魔芋爽好一点。嗯，很神奇。这是啊，没吃到，没吃到，没吃到，只吃到黑蒜而已啊。就吃到黑蒜，黑蒜那个真的是很久哎、欸，好吃哎、欸。那还好、欸，还行。多了。我们一千多，安德变多了，安德变多了，蛮德，安德，你们看脚下突然多了很多明条，没有哎、欸，脚下没有啊，我看有哎、欸，底下下底下，哦楼下，好恶心啊、哦，我要去看，好卡哦，这好卡，帧数变好低哦，哦你们来地狱吧，地狱好顺哦，等下被感染的中介使者太多啦。很多安德，我要来讲副本耶，哦哦哦哦，主世界出很多安德。哦、好卡好卡好卡完了，底下是怎么回事啊？完了，地狱也卡了。赶快把它打一打，把它打一打，把它打一打。反正你们都是一刀秒的。我怕被队友一刀秒了，好恐怖。无情开砍。哦，好大声哦！我的天哪、啊，世界末日喽、哦！末日来临，我吸不了哎、欸，他们太脆了。你偷装。你脱妆拿刀就好了，挖过去，挖过去。对，直接挖过去就好了。我速度，我觉得十二的。我走在你们后面。这一块是怎样啊？哎、实验室是不是啊？哇，这什么鬼啦？好恶哦、喔！不打了，我要回家看了。我要去看，突然就有 TP。啊！哇，哪里啊？飞团团，哎呦喂、哎，要了吧，好大声哦！还有飞你哦，好，是不是中介也被感染了啊？嗯、中介也被感染了，主世界看看吗？他跑主世界来了，安德熊跑主世界来了。你敢不敢地狱早点感染？我才刚回来、欸。好笑、哦，哎、欸，下面还一堆啦，好恶哦、喔！怎么上面也有啊？都好多、喔、啊，这好吵。我要丢一些东西啊！烧掉，烧毁，太多了啦！恶心！我要直接重新先回家。我在家，我在家。他顺回家了。哦，顺好多。他觉得不能在这边继续玩，他跑走了。哎呦哎呦，我看地表还有哎、欸。哦，可是弟弟没啦。还是他们全部存到地表去了，哦，存到一些些啦，跟没刚刚那么多。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吧。啊，对啦，下雨啊，全部顺走了吗？没错。哪里啊？不知道，对不起。
啊，你怎么在这里啊？你要去哪里啦？你要去哪里啊？我只是想来上面，就传零，就传零就好啦。零没事，我上来了。我决定我要在安全的地方啊。你觉得这世界很不安全？这世界要毁灭了吧？这世界是要毁灭，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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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毁了吧。世界没救了吧？要做TNT了是不是？总听起来那样期待很久了。没有啊，终于可以放TNT了。等一下，终于爽了。熊猫也被感染了、哦。啊！熊猫中奖了，哇！他现在是感染的尖叫熊猫。熊猫。啊！感染的好可。好可怜，好可爱哦！所以他原本是啊，又变成啊，他变成这样子了。感染熊猫会怎么叫啊？可能是不好说。不是说，不是，不然你是这样叫的。哦，一滴，其实聪明那不是我。那是 Tommy， 没有没有没有，你可以叫 Tommy 叫一下。Tommy 来。Tommy 怎么叫？我、哦、大成功一耶！啊！我被修补二哎、欸，修补二大成功哎、欸。嗯？你是要进来的吧？对啊，我要打卷。我也是要打卷。我楼上留了一个。哦。啊，被洗掉了！我想说你要打剧院，我想说怎么了？来啊，剧院，来啊！我这个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好像可以哦。然后谁叫你今天要把那个剧院？听说剧院把我泡芙戳破。我讲出来了，讲出来了！哎呀，哇，讲出来！哎呀，哎呀，说出来了，剧院的啦！哎呀，啊，我。来来，让你挑一下。左卷。等一下，等一下，把灯开掉。这个有点近。那我这个啊。啊，往右边九啦。哎、欸，我要过头。是这个。好爽、啊。这是你的钱呐、啊！哎、欸、哎、欸，熊猫团团。啊，我出来了。钱掉在地上了。我等一下再捡。那你等一下捡一下。好耶好耶！哎、欸。好耶好耶。不好哎、欸、不好哎、欸。你怎么变成十，然后又掉回五了？在洗水位啊！没有没有，阿旺十变九了，掉十二趴。啊，你就拿一把那个啊，拿一个那个洗。高了，更高了。我刚是拿一个那个、欸，哎，就是一个金剑，然后复修补，然后洗到加十二。好猛哦、喔！这样是不是可以去拿个强率？可以啊，你去啊，去吧去吧。已经有12%了，没臭。强率用下去就差3%，不会中啦，不会中那3%啦。啊，揪团啊，揪团打卷啊，揪团打卷啊。不会啦，那3%而已啦，不会中啊，真的啦，3%而已。没有，它是变零了。哦，100%了。惨哦、啊。你这不是九冲十啦？九冲、啊。我以为是九冲十。哦，九冲，九冲。九葱好吃哎、欸，我觉得盐葱比较好吃。哎呦，哎呦，再来几次？6%不够，6%不够啦！啊、哦，没鞋掉了，我没鞋子啊！18%了，18%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强不行，那是我的。啊、阿旺自己在弄的，阿旺另外一个，你想干嘛？你的10%还在，你的10%还在，别担心。你的10%是另外一个，对，7%不会没事，真的啦，真的没事啦。7%不会没事，你不要再讲了，你不要再讲了。不会没事啦，很危险呢。繁星可以借我验一下他吗？我没有强率了，下去打的啦。下去打。了啦，有人在洗水位啦！哎，15，15，15，15，又爆了！我没鞋子嘞，哦，10%可以啦，因为他爆中只有10%，结果我充了15%，不好意思。
10%， 你再这样子可以了啦，够了啦，可以啦。没有，就你看过了吗？欸、反正没有、啊，他是10%爆掉啊，我洗了15%的水位。啊，他洗过头了，洗过头了。他原本应该是25%，他是已经计算完才算出多少了吧？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是我刚是那个8×9。哦，我刚刚8+9。可以穿你的鞋子吗？鞋吗？嗯。你要哪一个鞋？下来啊，随便，我只是想要先冲冲看。好啊，你去拿。耶、yeah. 欸！哎，哇，你要冲去哪？我阿温十一。然后再做。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坏掉，它坏掉了，它坏掉了，坏、欸啊、掉了。它什么字啊？断章开始乱码了，是完了，它坏掉了。完了，它坏掉了，十点你又爆开了，麦克斯都坏掉了。我们下礼拜应该没办法翻转，各位。那你就要这了，这是最后一集了。我们下礼拜应该翻这都是一场梦，大家不要太紧张，好。对，说好的，那个这个就是要呼喊说，骇客你是不是又跑回来了呢？骇客你回来了，不要来我电脑了。被绑架。对，你要被绑架了。换人，这是换人。怎么会有30颗醒人石在锻造台里面啊？我的，我的，我的。不是，我要回去弄那魔石，我发现我没魔石。他说：“你只要确撞换我家二楼那边，你可以跳。”嗯，我来拿魔石，不啦，我来了。用金钱的力量在压制装备们。金钱的力量。嗯，不是今天大家都这样吗？对啊，今天不是就是专门用金钱的力量。我等一下，我在这个头盔插一个强力卷，我就等一下可以来魔力。我要魔了。魔力转圈圈，轻拆魔啊！魔了啥？魔了啥？没击附魔等级，耶！没附魔，碎啦！你没附魔，碎啦！碎啦！没事啦！爆了！好棒！碎啦！啊，磨一下我七排翘翅好了，我会不会不小心把小野弄爆？啊？没有，你说那个吗？没差。有人帮我按是不是？双倍能力耶，还不错耶。哎呦，谁按了？哎呦，我。哎呦，哎呦，哎呦！我现在已经快到一个极致，那个画面已经不会拉远了。那个我把它关掉了耶，就因为自己会看得会头晕。有雷神的那个、啊。跑太快的时候。速度是一样的，但那个画面的那个缩放我把它关掉了，它是可以。哦。怎么关？在选项显示设定，嗯，啊，最下面有一个视角广度效果。那请问 O 平摆的话，应该在类似位置吧？视角什么？你说是视角怎样？视角广度。好，我再找找。视角广度效果。啊，你可以把这样又感觉好近哦。可以把那个画面扭曲效果关掉，所以当你有那个中毒晕眩效果的时候，会变直接绿绿的，会变绿绿的，哦、很好用哎、欸。对。上次有一次我们玩有一张地图，大家都在吐，我说、哦、没有啊，我就绿绿的而已啊。哦，很舒服啊，很舒服、啊。这好像很棒哎、欸，这可好像都不知道。啊，你是说那个扭曲效果嘛，对不对？对啊，对啊，对啊。啊，这关掉了，呵呵。哎、欸，怎么？嗯，剑啊，武器。那个墓园全部都是安德、欸。就那边没有清啊，刚才安德好像全部躲过来这里了。哦，原来躲到墓园去啊？是不是因为下雨？哦、顺来顺去，然后顺过去了吧？嗯，一大堆。哇，请问那个楼上两个水位？哦，找到了，有是我的。啊，你可以用。你说另外一个吗？那个很高耶，那个12%那个。12%。12%、哦哦。那好像我刚刚冲到13的那种。那这个掉下来的。那请问这钻除是谁的？钻除 AY 丝绸之处一修补一的那个是你的吗？好像是。那你放你要这个干嘛？没有，我刚只是打到鉴定到出来的。哦哦哦哦哦。你要说，我想要用那个锄头去耕田，超长拐杖、啊。可是我没有，我要再去打一张。强力，强，没错。
再多一点人进去啊，比较快。啊，我已经进来了，来不及了。来不及的。我现在过不了四到五哎，这怎么回事啊？第一个坎就过不去了。大概都是爆伤都四到五。那你赶快现在再去弄个那个修补，再把它再冲高一点。哇，这个是什么、啊？哇，这是鬼吧？哎、欸，小雨，我正在把你的鞋子玩一下，欸、好笑。这个啊，没有了吗？我记得箱子里面很多呢。对啊，就是、像你的箱子里面是最后一双啊。哦，然后我身上还有一把黄金的啦，你等下拿去。我路上捡到的。防爆，别防爆！你想要贪心一点，一堆强绿。我知道那边有一个十二的水位啊，当然要强绿一下。哦，六，哦，我的贪心一点，贪心逆鼠，贪心熊猫，没错，啊，没呢，跳过去了，跳过去了，他电水位要电完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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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来贪心一点，八，哎呦，哎，八，哇，看到啦。我想说，我在我的箱子里面翻到几双鞋子，看来你不需要了。冲到，真的水太多了。哦，开心啊！你好像真的很贪哦。超级贪的吗？啊？你要刷强率吗？要啊。刷，可以进来。哎呦，我也可以来去玩玩。刷刷刷刷。开刷，开刷。五辆吗？有。哇！来了。好，来来来。啊，可惜，手边边已经红红的，它就坏掉了。它坏掉啊，因为它三乘三啊，就直接把旁边的方块吃掉了。没放光碟哦。哦，你是一般的直接进。啊。哦，是刷。反正我们不是只要打 boss 而已哦。我都还是会放一张哎，就加减。哦。哇，爬过去砍到人哦！哦，都在地板上，好像有一张强绿，因为他没有堆叠起来，捡不起来，我只要洗一张就好了。没有，这是防爆的。我是来帮打的，我没有。那也是防爆的，是不是都是防爆？都防爆，再一次啊！四张都防爆。哦，我只是来帮打而已。我来磨石了。你要来磨了？有两件很屌的床。我来了，看一下，我看一下。开魔，那我要先看再。可是我不想要，不想要搞附魔，太烦了。来啦，附魔的，很好哦，这是魔石。来，嘿，然后没有装备，有啦，生命哦，无敌，还无敌很赞呢。那不是，那他记得啊，第二个，太多血了吧。哦，能力强化，哇，哇，我要穿喽，穿上去，你的盔甲值64滴血，怎样？我要补血，七不就是一百零八滴血，你几血？你看几排血啊？60排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排，好扯哦，好扯！来，钱呢？啊，我要把身上的装抹一抹好了，反正对啊，应该懒得再用了。白痴，我忘记先不修补啦！哎呀，没有，你用书可以啊。如果你用书还是可以上。啊，对呢，我还是可以敲。卖块内件的。走喽，走喽，刷墙绿喽！啊，刷墙绿的伙伴，火车即将开了。开咯，副本打比较久、哦，读取时间比较久。对啊，好嘛，倒数十五秒比较久。我应该弄一下这个。欸，没有潜能的，嗯，没有潜能跳刺可以磨吗？没有啊，没有啊，一直打不到啊。对啊，那种跳刺我也都是旧的啊。对啊，我新的从来没有打到过。哦，有了，我有强绿了。先用那个重置石看看能不能直接把它改。
哦，感谢各位，我闪了。你说潜能翘刺哦？我拿到强绿了。所以你就不打了吗？怎么可以这样子？吃掉了，很气啊！我拿了就跑哎、欸啊，这个直接吃掉了。哇，没事没事，那就自己弄一下啊。啊，过了，自己冲一下水啊，过了。我觉得你用耐久，你要耐久冲到高的再来洗水位比较。几率比较高一点，看团团袭。啊，你不附个什么深海漫游之类的吗？我他，哎、欸，你看15%，可以。那个用，断刀海附会坏掉吗？哪个东西？就是那个深海漫游，还是深海漫游是只有用那件麦块的打？你这个打进去也很贵吧、欸？他变那个了，变18%。哦，等一下，下回不要按了，下回不要按了，我看一下。好。哎、欸，怎么都一直未鉴定？对啊，他会直接算进去耶。啊，你刚连续三个未鉴定耶，剩下的对啊，不会是不是？嗯，那不，你拿出来再放一次。会有10%会炸开，还是我帮你拿？你按确认。哦，也可以、啊。哎、欸，来谋，这样子。没、欸、有，现在真能。哦，那你不要啊，算啊，你好，我拿。好要吗？啊、哦。不是你到底要蒸还是要那个？先要蒸，先要蒸。哦，你蒸，你蒸完我再那个。你要重置就快。你要重置吧。你就一直重置，重到有三条或几条，然后再加、啊，这样。对啊。像也是哦。对啊。嗯。我今天三条的都是这样比较快。看，这个足球要。普利斯纳特。呀呀呀！这不是用什么东西坏掉了 ？OK，I know。我确认一下，有没有玩家的 ID 啊？没事。是不是哪里又坏掉了？哦，恭喜幸运。我都是冲到两条，然后你放一个真人看有没有第三条、oh. 啊，没有就再洗掉。要不要这个、啊？那不然其实也可以、啊 oh. 再蒸一下、啊哦，也可以啊，很多血也可以、啊。打工是不是也行啊？龙树补刀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好像可以耶，不然就可是你生命20%哎、欸，啊，你生命只有20%，你两个加起来50%而已、欸。再来啦，再来，你还3-4个。那你要主要是要用什么东西？都过50就好了，50-60。嗯，平均有过50这样。这现在石头多嘛，尽量洗啊。对啊，对啊，嗯。我不等下3个100%哎、欸。哦，两个人，190，这个就看你了、啊。一个三还行啊，这个不错。那就摸摸了。哎、欸，不对，我要先去给他，我要先去给他弄那个。你修补修一下吧。对，玉石跟修补。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鞘翅有了。啊、哦，所以可以靠这样子弄就对了。嗯，用重置真的。嗯。哦。哦、啊。所以其实可以自己做了。哦、所以你刚刚弄的是这个、哦。对。嗯哦、oh. 哦，所以可以哦，那我要放一些。那我先把盾牌是不是也可以啦？对啊，哇，哎呦，直接做，没错，好棒。哎呦，改一下。哎，这巧的那个攻击跟生命是不会在同颜色了，不然刚刚那个、哎、那个颜色都一样。修补二哎，修补大成功，修补大成功，修补二。可以磨磨啊，你们要先磨。我先磨磨，先磨磨一个磨磨。哎、欸，开磨开磨。哎呀！你输了，蜘蛛，蜘蛛，哎呀，你好厉害哦！我以为站着两只脚站着的都结束了，忘记还有这个八只脚的。八只脚，怎么还有这个？我技能很多哎、欸，哎呦，你的修补怎么变四了？超级修补，我也要来磨了。好，来，我的装也磨一磨好了，懒得用。我增加数值哦哦。哦下一个，增加一条，多一条，多一条幸运100，幸运哦，还行还行，就多一条生命，多一条生命，我
通常都是多一条。我也磨一磨，我也磨一磨。磨。幸运，幸运。多一条，攻击满的。那我也要来。磨等级提升。随机开磨。哦，你的修补三哎。哦，抗性哎、欸。抗性。哦。这都抗性四。哦。借我重置一下。好了，没了。对啊，对啊，还要磨的吗？没有，等一下，我等一下，暂时没有。我再先弄一下东西。啊、好，回家拿个头。五九了。热痛女生还会有反应吗？她被感染的热痛。对啊，不不不，被感染的热痛。杰克会不会？是谁？是谁？谁呢？谁呢？是杰克吗？没人，没人中奖。我现在签，我现在买，我买十号。没有中，我去提理一下，要 VIP 啦。啊，等一下，我们的奖牌怎么变这样啦？完了，就刚刚一走僵尸来就各种的改造啦。对啊，我们在保护司令塔哎、欸，用心良苦。哦，对，哎，我弄坐不上去了， oh. 我前面的马上不见了、欸。对啊，我要，前面的后面的椅子，前面的椅子的马上不见了。为什么？哎、欸，先去被变白天。对啊，他为什么坏掉了？他败掉了，他被败了，所以不能拿东西才能做。我知道，我在整理我的标标。后面的还能做，前面的不能做。对，前面不能做。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位置啊，你可以先做。我可以先中间这个。你很快哦，我看你怎么做。你很快哦。哦，我刚刚随便走都可以穿过去，太快了。你就跟今天那个僵尸一样啊，走。咻咻咻哎、欸，有人可以打我一下吗？哦，我不是不要用很痛的那个，对，我不要很痛，那我少一个锄头啊，少一个锄头。我在这边，我砍了，我砍了，嗯嗯嗯，要笑砍还是平砍？平砍。哦，很硬哎，我有抗性二，嘿，那要不要大力的？大力的，好，大力的，大力的。那你的钟会爆掉，你钟会爆掉。我砍一下，可是130几滴的、哦。来，然后三二一，啊，还好哎，再一下、欸，你好硬哦，因为我有两个那个啊，我有两个装都有受伤时获得抗性、那個嗯、哦，耐久值还够啊，耐久可以啊，嗯，只有胸甲只有耐久三啦，你是不是想再砍一下？是吧？来啊，哦。还行，等一下就变砰砰砰，然后他死了。不行，他药水，他药水，他有穿透伤哦。我坐着了，不要丢我。马威斯，马威斯，他先死。你只要死掉了，你只要死了。每个是不是这样说？椅子没了。对嘛，马威斯啊，是啦。哎呀，妥妥当当的，妥妥当当的，当当。哎呀。很危险呢。好啦，今天到这边啦。下一次高校是我们最后一次高校来颁奖啊，颁奖。好。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会有感染的东西出现，但奇怪，很奇怪，超奇怪的。奇怪，我们也被感染了。实验室要看一下啦，好不好？实验室看一下。知道。好啦，那就到这啦，休息。休息。啊，我好累哦。没有，我跟你讲，昨天跟他们玩那个密室逃脱啊，玩完之后，我发现我真的在跑健身房的。那密室逃脱要跑来跑去，跳来跳去，拿东西搬来搬去的啦。哎，待会想看啊，对，然后这之中还有刷很多次那个裂空座设尾。我们不是那时候有在测试那个吗？啊，先离开。关掉。
然后这个，那我这个我就关掉好了。等一下哦，我的脸怎么被挡住了？关掉。好，那这之中啊，我们那时候私下在。哦、好大声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哦，他是重开机后声音会很大哎，不好意思，等一下、哦。哎，铲铲，我刚好看到你想打招呼，可是刚刚声音太多了，抱歉。这声音会太大吗？哎，木木，那天不是跟你讲说你好的时候敲我吗？结果他显示说什么直播串流结束咯，然后想，你应该很紧张，说啊，你不能打字之类的吧？你在打游戏？有啊，有看到你不是 po 什么唢呐还是什么吗？其实之后我们这之中，就昨天有刷啊，前天有刷，昨天有刷，然后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是在测试那个啥，那个叫啥？干，忘记名字。哦，群组。那个东西，然后我想说群组那个东西你要出去，然后还会存档，所以就势必要说你要嘛打死他出去，要嘛就赶快刷到，就只能选一个。对，那之后我真的有拼命刷，但是就是刷不到啊，实际上刷多少不知道，因为没有记，因为那时候小雨有帮我刷，然后杰克也有帮我刷，然后后来杰克是自己带手把过去，他是用连发手把、喔、我就跟他说我也连发，为什么你连发跟我不一样？他说有分，就是你不用按跟你需要按，就说哦，懂意思了，就是我只要按住 A 键他就会连发，然后或是我之前玩动身就是连 A 都不用按，就是放着就有连发了。所以实际上应该是超过1000次了。那时候记得我刷 A， 前天总共我自己刷了2小时，然后昨天又陆陆续续有1小时1小时刷。那现在要记吗？要，我们就算现在这个的，主力，反正大概加300啦，实际加300。对，你那天看到直播档结束，有没有很紧张？说繁星没办法敲到你，然后找各种方法找不到我这样子。我想说啊，要不要再开个台跟木木说一下？要算好累哦。好22。然后那时候啊，有吗？三着吗？啊，没差啦，我已经对这个已经不 care 了。今天下午看到小雪在开。然后他终于刷到了，他说他已经刷1000多只。我本来想说昨天我们结束后差不多4-5点，我本来想问铲铲说，铲铲你现在人还在台北吗？我要见个面啊还是什么？他想，不对啊，见面要干嘛？那、啊、这个时间点吃晚餐吗？想算了算了，有约再约好。安安 ，hello hello。啊，抱歉，我要